嗨，你好，娱乐预报道，八八六十四呢，带你发掘更多的娱乐新鲜事哦。范冰冰呢，就拍摄导演张吉安的电影《蒂姆》啦，我们将会带你到呢记者会看一看。再来呢，要让你更加的了解韩国女团 50/50 哦，让你爱上他们。记得了，八八六十四呢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呢，全新的时段，傍晚6:30，约定你，不要错过哈。